Hello，一周话痨时间，今天有点晚，但是我今天也有原因的，因为想给点惊喜给大家。来，特约嘉宾过来，哇，Hello，今天为什么那么晚，我们俩那么晚才录周记呢？因为明天9:50的那个浙江卫视，我们的节目，我们第二轮是队长 battle，所以说今天特别想给大家一个惊喜，然后给他一个小小，哎，很小吗？很大了吧？大福利，对呀，同两时队录队制，长同框，对对呀，呀、啊，我们因为我们私底下本来就是非常好的朋友，是的，已经认识5年了。对，快5年了，对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进学，然后他大二，对，我大然后二他认特别识的。照顾我，就一直后面就成了非常非常好的朋友。对，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东西，比如说一起演出，一起排练，一起去外面去 happy 啊，比如说去 shopping 啊，看电影啊，我们都经常一起，还包括身边很多朋友。基本都在这一块吧，是的，我们两个级的关系特别好，就是因为我俩。因为这么一，咱俩这么一混呢，就混就混了，就是一起玩了，就是玩了有4、5年。对，你看四五现年时在间，如今，这位师兄已经毕业了，我已经大四他也快了。毕业了。对啊，所以还对，是很好，在校园时光还是非常非常快乐的。对，是的。然后大家，我跟他其实，私底下其实两个人都是蛮话痨的人，然后我们很多方面都蛮像，因为我们经常会在一起，比如说话、谈吐啊，身边的朋友啊，都会被我们影响到。对，然后今天其实是想准备个小福利，是吗？大福利。对，因为前段时间也不是前段时间，因为之前有人曝光我们之前一个合唱的一个作品，叫有没对呀，就有？是我记得是在某天的下午，我说给他发个微信说，哎，好无聊，要不要录首歌？这首歌也是我们 KTV 必唱对，然后的。他就来我宿舍，然后我们就自己拿自己设备录了这首歌，然后可能放到网上，然后被网友扒出扒出来了，是谁？对，然后这一次就是想现场来一段，直接是没修音哦，真唱哦好，OK，OK，好，turn on the，turn off，OK，对，然后等一下啊，有没有，turn turn off the radio。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，又那么沉重？来喽！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. 哇！Turn off what I did wrong. 听见了谁的伤？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？还是只有我？OK，下周见，拜拜！记得看我们的节目哦。明晚，PK，拜拜。